榴莲盲盒，这个榴莲贵呀，涨价了呀，榴莲，你们家那边涨没？这个是190这一个，不敢买便宜的了，买掰不开。哎呀，这个挺好啊。咋刷白呀？妈呀，这太硬了！没熟，那谁给你挑的呀？嗯，还是你自己挑的？自个儿挑的。啊，真硬啊，刚刚硬。妈呀，捏都捏不动。没熟啊，老铁们，刚刚硬。最后一个。然后湿透了，可硬了，挺好挺好，但是没熟，就不能让男人买东西，全。太难吃了，大哥，咋整啊？啥味儿没有哈，黄瓜嘞，这捂两天能行吗？真受不了。那不行，刷点臭酱吧。